你知道土豆肥牛卷怎么做才好吃吗？今天我来告诉你。首先肥牛卷下锅焯水，捞出备用。做这道菜的关键就是这碗酱汁，配比我都打在字幕上，记得截图保存。油热下入土豆，炒至微黄，倒入洋葱炒软，放入肥牛卷，淋入调好的料汁咕嘟2分钟，最后撒上青红椒，完美出锅。